王医生，我今天可以帮您什么忙吗？嗯、我主要有两个部位比较痛。两个部位是吧？好，来，你先给我们试点一下。是整骨这个。整骨出笼这里是吧？嗯、来，老师看一下，手指一下，手指，哎，手指。在这个地方比较靠右边一点，但是在枕骨出笼下面右边一点，这个地方疼痛。好，还有呢？然后还有就是在颈七到颈七左右的颈七到胸三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上面是吧？就是挨着脊柱，挨着脊柱，多这边还是多这边？多右边还是多左边？还是就在这个上面？我感觉我手麻麻的呢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那现在这里有多疼？从一到十，十是最疼，现在有多疼？六分左右。那这个呢？枕骨出笼呢？可能七八分。哈，这么痛啊！好，老师给你扎，用这个，我们大家用头皮针给他扎，好吧？因为是督治督吧，好，先试试看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来，好，没问题，来，打开，这样子啊，因为你可以看头发线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颈椎发线在这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耳朵的话，你要找出它的。大椎在哪里？它的这个，对不起，百会跟这样子的话，好，它是在头上，对不对？头上的话就一定要跟发线很近了，对不对？下针的时候最好要看到鼻子在哪。你不懂我，老师要靠着你，不然老师站不稳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老师进针的时候，不是直直往下扎，是这样子斜针刺进去的啊？正好呢，就是因为这边很薄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第一针先下去了，嗯，啊，帮我拿出来。然后呢，第二针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呢是特别是头的地方，然后现在要去颈椎，对不对？下针的时候呢，再往里面推啊，是这样子。你看老师没有这样扎，对不对？老师这样斜刺进去，然后碰一下骨头。碰一下骨头，然后呢？现在请他再给我一根针，因为他是比较远一点，那我们就继续扎下去，再扎一点点这样子啊。好，现在来你试试看，王医生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刚刚是六这边对不对？然后这是七嘛对不对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脖子动一动，哎，左边右边转一转，然后上下，上下，哎，很好。非常好，哎，觉得怎么样？现在痛到哪儿去了？原来的地方觉得怎么样？然后旁边觉得怎么样？还有有没有再到跑到这里来？有没有？都没有。痛到腰上。啊，痛到往哪里？来，手比一下，手比一下。可是到紧到这儿，你不用担心嘛，因为我们的主数记得吗？主数之后是不是等一下主数没有了以后变成什么次数不就出来了吗？所以这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幺一二的地方？所以我们要找到百会，对不对？嗯，它是偏两边。偏两边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找两边扎啊、哦。你也找到鼻子在哪里，不然的话你不是中线的话会歪掉啊、哦。好，扎了一针以后呢，这边再来一针啊。针感好强。真的好强、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扎啊？因为，好，来再试试看。你现在再动一下哪里？上课上太久了，背酸了。嗯，以后好多了，全部都好多了吗？对。现一到十是多少？这里先，感觉不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也感觉不到了。这个都松了是吧？这好多了，一两分而已。好，那你就休息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谢谢留针45分钟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